把孩子带好，饭做好，下面的老人照顾好了，每个月工资上交，我就不信那大兴还能找什么理由打你？这哪家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动不动就喊离婚，我老苏家可丢不起这个脸。让你妈给大兴听电话，他要是来了，就顺着台阶下，跟他回去。奶奶，他会打死我的。你没看到我身上的伤吗？你睁开眼睛看看呀，我可是你的亲孙女儿。你怎么可能？你非要等到我被打死了，尸体摊到你们面前，你们才甘心吗？你还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呀？打两下怎么了？我找人算过了，你的命啊，硬着呢。这有本事的男人才知道教训老婆。我亲自给大兴打个电话，过来，你就顺着台阶下，赶紧回家。只要你好好的，老老实实的，谁会没事打你？再说了，那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打你，这不是他爱你啊？你也别太挑，这本来啊就是下不了站子，有人要你就不做了。要是离了婚啊，见过的老黄牛都不要你。二婶，我不会连累苏家的，我也不会拖累苏磊和我爸。我可以出去打工，我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。我可还在大兴哥下面做事呢，别的姐姐都是给弟弟又买房又买车的，我也指望不上你。你这行行好，不要添乱，行不行？苏磊，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忘了吗？小时候你说，要是谁欺负阿静，你就跟谁拼命。别凑近乎了，你又不是我妈生的，我姐叫舒佳，你搞搞清楚。对，一个妈生的才是亲姐弟，我不是你姐姐，可是你们也别忘了，我也是有哥哥的。我哥六岁发烧，你们不治他，让他烧成了智力缺陷，弄出苏磊得了尿毒症。你们逼着我哥给他接了一个肾，我哥身体都没有恢复，你就让他下工地赚钱，我哥的死都是被你们害的。你怎么说？你这搞什么话？大兴打死你，土鸡！爸，爸，你要不回答我，现在人会杀了我的爸，我求你了。妈。妈，大兴来了。妈，妈，大兴来了。实在是抱歉，安安又和我闹脾气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付。哎呀，你哪里的话呀？你不听话。大兴啊，真孝顺，还这么客气。应该的。妈，妈，爸，爸，走！爸，爸，爸，求求我吧！贱人，让你跑！啊啊！救命！救命！看什么看？是我老婆，别他妈多管闲事都！贱人，不是很喜欢喊救命吗？来呀，喊大点声，就算你喊破喉咙。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你还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人在乎你的死活。确实被他打死，不如选个死法。疯了吗？快放手！
真硬，姨娘符。 1985年，我回到了和赵大兴结婚的那一天，我重生了。我这额头上的伤是怎么搞的？哥，他不会死了吧？我听妹夫爸爸娶她花了1000多块彩礼呢，要是死了，爸不会打死我吧？奶奶说让我们教训教训他。上辈子我念着他们死了母亲可怜，对他们百般折磨，他们害我流产，我也没有责怪，以为他们只是不能接受有个后妹，没想到都是婆婆家。既然我重生，谁也别想好。孩子又多嘴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前天还逮了我们家大宝。你们打起来闹我跟你说，不得了了啊！新进门的媳妇，大婆婆了。婆婆，你赶紧起来吧，周围这么多眼睛看着呢，你也赖不到我身上。赶紧看看你的大宝贝孙子。管教管教，要不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
赵家这么看不上我，又何必眼巴巴的将我给娶了回来？哪有这么欺负儿媳妇？我既然嫁给你们赵家，就是想当个贤惠的好媳妇。谁知道赵家竟然这么容易下我？我才刚进门就无法无天了，我还能指望你伺候我吗？走回去干什么？还不快散了？家门不幸啊！大英，你哭什么哭？要哭回你们苏家哭去。行，伯母要赶我走，那我就不多待了。这可是我结婚的礼金，老娘赚的钱岂能便宜这个？哎呦，还真走啊！很性感的毒妇，走走走，有本事走了就别再回来。好啊，那到时候赵大兴去苏家接我的时候，你可千万拦着点。你。苏安，你安心上学，学费我给你赚。哎，醒醒，兄弟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要改变命运的话，就要先从这个虚假的家里脱离出去，哪怕被那个渣爹毒打，也要想办法把自己和哥哥的户口从家里挪走。我去，我要是有这身手，就不会遭受毒打了。小姑娘，你救了老朽一命啊！见义勇为吧，大爷。我刚刚看你在那儿打拳，身手了得呀、啊！哈哈，实不相瞒，老朽祖上是走镖的，从小跟着家里的长辈一起传统武术。传统武术，那多捞呀！大爷，你有没有点实战性的散打，或者是拳击之类的？小姑娘。传统武术不是不能实战，而是不方便实战。我这功夫是杀人技，可不是外面花架的。比如说我这蛇形，一起手就是掏裆，再配合定七，还有这叉影，还有形意拳的阴阳回头，只要这么一顶一拧，懂了吗？拳击。散打比的是输赢，而传武分的是生死。这要是再碰上这种人，指定是家暴谁。大爷，你这几招好损，我好喜欢，你能不能教我一下啊？今天咱们家也算是双喜临门了，那个赔钱货终于嫁出去了。我也说了，吴建军留一个钢铁厂工作的名额，就是啊，拼命的嫁出去，不然我能多生活两年。哟，没了我当年在家做牛做马的照顾，开始念我的好了。大喜的日子，到哪啊？你回来做事，回来守户口呗，我真的嫁出去。跟你扯什么鬼？我看你是瞎胡扯。大兴呢？大兴出山去了，我是仓库回来扯。哎，苏安，你该不会骗我们回来想拿户口本远走高飞吧？怎么会呢？赵家对我这么好。哥，听说苏安和吴家吵架了，快回来领。哎you
好你个丫头片子，半天不见你学会骗人了。什么？这还刚嫁过去第一天就闹成了？闹死你！我苏家可丢不起这个脸。闹什么闹呀？奶奶，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你没看到我额头上的伤吗？我一进门就被两个小崽子差点弄死。肯定是你不守信先生的事儿。之前教你那些话你都忘记了？哎，妈，您别急，这个里面肯定有误会。安安啊，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能跟孩子计较呢？那人家孩子小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。毕竟你是当后妈的人，忍忍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？我都被婆家欺负成这个样子了，一句体谅的话都没有。果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就不知道心疼呢。怎么嫁人了，有人撑腰了，就敢给长辈顶嘴？赶紧回婆家去。我答应嫁进赵家就是因为有时候赵家是一户好人家，能补贴娘家。既然娘家没有我的容身之处，那我走便是了。啊，对了，那萧老太婆还不乐意我贴补娘家，还有那钢铁厂的工作名额。你们呀，不要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大呀？你是我们苏家嫁出去的姑娘，当然是我们娘家人疼你啊。我们还能疼那赵大兴不成？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爹总是给你清心的很。赵家那小兔崽子想的太狠了，爹。让大兴亲自给你赔礼道歉，接你回家。完了，这后边没了，过段时间明显跑了。来，坐坐坐啊！哎，妈，哎呦，这伤，妈一会儿给你上点药啊。也不知道赵大兴在干什么，这刚结婚都不知道管管自己家媳妇儿。昨天下午去厂里找他来，说人家先生，你看看你，哪里像女孩子吃饭的样子？哎，安安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豆角吗？给我吃点。鬼才喜欢吃豆角，一直都是你说我喜欢吃豆角，我哥每个月寄回来的钱都够我顿顿吃肉了。这鸡蛋糕是我给你弟的补身子用的，我和你爸都不舍得吃的。给我弟补身子用的呀？那也没见你给我和我哥蒸过一个鸡蛋。果然后妈就是后妈，恶毒偏心。老公，你倒说句话呀。苏安，你看你还有没有一点教养，先生刻薄的样子，还真是跟你妈说的实成实。人家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，我这还没后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后爹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？至少啊，我妈不偷人。烦了烦了，念念这是要气死我。之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，我还以为他会是个好的，没想到他是一个长期彪的畜生。我打死他了！暂停，先等等，等你拿到工作再说。我去找他二婶去，就不信他能待得下去。你们来我家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家苏柏不是快要考试了吗？但是啊，这作文成绩一直跟不上，那不。苏安之前作文还得过省里的奖，所以啊，想让他给孩子补习一下。他已经得奖用了，明天刚好是星期天，我好好教教你弟弟。是啊，也不求他教得多厉害，到时候啊，能拿个作文奖回来就好，这不也是给我们老苏家争脸不是？我可没空，谁答应给谁教？我有意思。你婶子让你教苏柏，那是看得起你，你看看你什么样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真是从乡下来的。整天往外跑，有天大的事儿啊！我苏家这十几年真是教出个白眼狼。你奶奶说的没错，我在家里好好给苏柏讲讲作业，顺便也给苏里讲讲。你之前真的拿过神奖呀？根据什么了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呢？当初不是说我学习成绩不好，让苏家顶替我读书吗？怎么现在教弟弟的时候想起来我了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
没上过几天学。咱们天啊，眼还没有这个老子，不会要就把以前写的作文本全部找出来给他们抄。你别忘了，就算你嫁出去了，你跟你哥哥的户口本还在我苏家。哎呦，大哥，千万别拿户口本说事，这要是没户口，那出门就是盲流，是要被请去喝茶的。哼，把弟弟教好，休想拿到户口本。好啊，行。用户口威胁我，可以啊，你们可别后悔。姐姐的作文可是获过奖的，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们可要好好记。那我先给你们讲一讲《水浒传》。那壮士挑起来高呼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做人要勇敢，你们要是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要敢于尝试，你敢于反抗压迫者，就算拿出去吹牛，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你们知道后面怎么样了吗？特别快高位主了，后面肯定更好呀，劫富济贫不畏强权，人家不但上了报纸还上了电视，大家都哭了哭了。我以后也要做一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，我要让班里的同学都崇拜我。对，做人要勇敢，你敢于反抗，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有使命感，要有主人翁意识。考考你们，要是你们的爸妈打你们，你们怎么办？他们是叫虐待儿童来帮你拿苦得。要是有人欺负姐姐呢？欺负咱们干娘就是好啊，对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是欺负我姐姐你干。真聪明。要是我哥在的话，我还需要你们两个熊孩子吗？傻狍子，哎，说你呢，你都干八个钟头了，你不能再干了，你再干的情况下我也不能给你开钱的。头，妹妹上的学呢，家里缺钱，让我多干一会儿吧。我他妈倒是想让你多干会儿，但是你的命要紧呢，你中午吃饭了吗？我喝了点自来水。哥哥，哥哥，啊，你咋来了？都大姑娘了，还那么哭鼻子？哥在这儿好好的，等过了年，哥赚了钱就回去看你了。哥买花布，给你做裙子。你忘嫁了？哥，我已经嫁人了。没有再上学了啊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是我每个月往家寄的钱不够吗？哥，你寄回家的钱都在爸的后妈那，我找他们去。哥，你听我说啊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他们欺负你。哥，你放心。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女孩了，彩礼的钱我已经存银行了，你寄回家的钱我会想办法拿回来的。妹妹，哪有那么容易，易心心那个女人她不会给咱们钱，还有那户口本咱爸肯定不会给你啊。我有办法，你再等我一段时间，我们一起去城里买个大房子，把妈妈也寄过来，过上好日子。洋洋的孩子呀，脾气倔，也都担待。我们呀，可都担待你去你这边。对对对，这是安安不懂事儿，这哪有刚结婚就往娘家跑的？这生气了跑出去倒没事，可别跟些不三不四的人跑。我赵大兴眼里容不得沙子，
可不是什么破烂货都收的人。大清啊，都怪王明惯好他的念念。你放心，只要找到他，我亲自给你送过去。之前那条还到厂里找过你，说你摔下去了。这事儿不急，这真金白银娶回家的媳妇，娶回家就是为了照看孩子，孝顺我妈。结果呢，给我孩子一顿好打，给我妈气得差点住了院。现在人都找不到，这事你要是不给我交代，是，你放心，拿回来。不是，苏汉，你这个赔钱货，你还真能回来？可说去哪了？安安，你说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？这么大姑娘，这要是在外面遇到了坏人，可怎么办呀？我去乌镇找我哥了。怎么，见不得我们兄妹感情好？难不成让我待在家里面，看你这黑了心的后妈怂恿我那瞎脸的爹，他瞪死啥我呀？这没教养的东西，怎么说话呢？跟你泥腿子娘一样。你想到这苏建军能生出这么水灵的女儿啊？行了，既然回来了就算了，跟我走吧。你说回去就回去啊？大兴，你们家那两个熊孩子收拾好了吗？你们苏家还要不要工作名额了？啊？要。赶紧跟大师回去。走吧。喂，婶婶，别看我姐姐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我青少年。想要以后。小兔崽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慢着，我可以跟你回去，不过。户口本得给我，不然咱们怎么结婚啊？安安，先跟大兴回去，只要你在那边安顿好了，这户口自然给你签到赵家去了。户口本过几天回来拿也不迟，先跟我回老赵家。赵家我是一定要去，不但要报仇，而且我还要借着赵家把户口从苏家移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哎呦，这就对了嘛！我的好安安，我们结婚那天，赵龙和赵虎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。我已经批评过他们了，小孩子不懂事儿。但你不能不懂事儿，你要用你的爱去感化他们，而不是使用暴力手段。咱们已经结婚了，以后我主外，你主内，我希望家里的事情不要让我操心。好，哎呀，不愧是领导，这个水平。哼，好安安，咱妈呀，她岁数大了，我希望她开心。你们中间呀，要是有什么观念不合的地方，你就多让着她，对吧？她就我这一个儿子，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就算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那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我忍忍，我妈我都不忍，你妈算个什么东西？算了，先拿到户口本。行。哈，好。这就是我的好安安嘛！这个赔钱货终于走了，工作名额终于回来。来。什么东西拿来？还装呢，贱人，敢偷我的钱！苏安啊，我听说你走的那天进了妈的房间，妈刚收的礼金不见了，那以后都是要还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偷了你的钱？我告诉你，赵大兴，你们家看不上我，我忍，因为我也看不上你们家。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，你凭什么说我偷了你的钱？
现在的人呀，我不知道钱可以存银行了吗？告诉你，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！刚进门就来偷东西了，说是不是把我的钱贴过娘家了？死老太婆，别拿你那脏手指着我！谁贴过娘家？就那把我卖在狼窝的娘家，鬼才会贴过他！苏安，怎么说话呢？贵爷和我妈道歉，还有我们赵家怎么是狼窝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赵家可不是能让你放肆的地方。赶紧把钱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赵大兴，怎么？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？你妈说屎能吃，你还去吃一泡呀？现在钱不见了，你来找上我了，你怎么不去问你妈要呀？你妈说不定在外面给你找了几个爹，拿这些钱去养你爹了。大兴，快打死他！这个满嘴喷粪的贱！我又没说错，你看起来也就五六十不到，给赵大兴找几个后爹，那是多正常的事情。再说了，你一天到晚不要妖妖骚骚的，你自己花了钱，还赖在我身上吗？大兴，打死他！打死这个老货！老子一次大混蛋，以后咱们祖宗死人在这个家里还有活路吗？臭不要脸的，我花钱娶你回来是为了帮我照顾孩子，孝顺我妈呀，妈就输你两句，还敢顶嘴啊！大兴，你别打了，你就看在肚子里孩子的面子上，你别打了，我求你了。我他妈看个灯儿！上一世就被赵大兴这女人家暴而死，这一世难道还要重蹈覆辙？贱人还想跑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！你这贱货！啊！咬鱼还手！啊！啊！咬鱼还手！啊！啊！上辈子我就想这么干。大兴，大兴，你咋了？哪疼？我头疼，头疼。大兴。你个没教养的，你敢打我家大兴！一个大男人碰一下就呵呵囔囔的，怎么上辈子怕不是个唱戏的吧？你窝囊废，没看见你这妈急得都快跳起来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？啊！鬼叫什么呢？我的手，我的手！钱老爷，大兴，你的手！苏安，你个天杀的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，小小子，这咋回事啊？我新媳妇抬着进家门。打什么呀？哎呦，我家大兴命苦啊，这二婚接回来的是个没妈教的呀，我家大兴才说他两句话，他就把大英的手都给打断了，这个祸害那是要害死我们一家呀。哎呀，什么小嫂子，你得下狠手，我死里打他，让他知道你的厉害。就是你吃的盐比他吃的米都多，你还弄不了他呀？我觉得人家小叔人挺好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打你。苏文，你不得好死！要是我家大兴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不，大兴哥，你怎么不能有事儿啊？怎么一大家子还得指望你呢？你也太恶毒了，
我听说钱姐姐要是被你给折磨死的，你现在又要怂恿大兴哥打我，又要嫁人，大兴哥不同意，你也不会的。秦王的丽丽是被折磨死的，哎呀，像季兰平常眼睛还要嫁人呢。我就说吧，事出有因，小叔进门的那一天头上那个疙瘩揉揉，就是人家丽丽在的时候人家生了俩大孙子，他家里家外操持的，就差没把萧继良当太后伺候了，哎，那也没少被萧继良打骂啊。我打你，哎呦，哎呀，我青青白白一辈子，我临了让你这么污蔑我呀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婆婆，你可不能胡说呀，我以前在娘家的时候，薛宝林就这个说我老实，那个说我本分的，怎么一嫁到你们家就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对的，你要是要死要活的，这该哭的人是我呀。婆婆，你这个心理变态，你都扭曲了，我跟你住一屋我都害怕，婆婆要是实在熬不住，我同意让大兴哥给你捂死一老头儿。你再乱说行不行，我打死你。妈，打死。哎呀，疼死我这个医院。赵大兴，这只手只是芹菜，等我先把户口解决，还有一道大菜，你我等着我儿子的伤，我萧继良要让你拿命换。今天不是周日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要劫富济贫。少侠好本领啊。这下有好戏看。哎，回来了呀。哟，这大包小包的，你妈有福气了。上次就是二婶坏我好事，不是她来，户口我都已经迁走了。还是二婶有福气呀，孙子有人带，家里还有人收拾，每个月还有米和钱收，难怪奶奶偏心呢。啊，真会开玩笑，你赶紧进去吧，回家啊还有碗要洗呢。安安回来了呀，大兴呢？人家是个领导，忙着呢。昨天刚回来就又出差了，估计还得一个星期吧。这狗东西，至少得在医院躺一星期。大兴就是有本事，安安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那可不，我的确很有福气。这不，大兴让我回来扯户口了，另外一个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。有找到了？嗯。赵大兴让你一周后去找他。好了，大兴有心了。爸，这个工作名额就算下来了也得给我哥，这是我嫁人换来的。当年你们让苏娇顶替我读书名额，现在把工作名额还要给他，什么好事都落他们头上了。爸，你可别忘了，苏娇可不是你亲生的。你这嫁出去的姑娘管的人未免太宽了吧，这当初娇娇上学的名额可是你爸低了。行了行了，将来的事情你别管了，好好跟大兴过日子，赶紧生个儿子才是公道。你哥哥不是在矿里边干得好好的吗？工作名额上面的事情我可以不管，但是户口本总得给我吧。反正工作名额你也查不到，我现在就给你拿户口本，你回去之后啊记得帮娘家多说点好听的话，听见没？笑得这么开心，得给你们添点堵。爸，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二婶了，
你说奶奶也太偏心了，把咱们家的钱和米补贴给二叔家，还给二叔家当牛做马的。妈，后妈，你还记得你生小磊的时候吧？我生磊磊坐月子的时候，你奶说什么年纪大了，不是这疼就是那疼的，说什么都不愿意过来帮忙，一共就送了四个鸡蛋，四个。我黑心的后妈，你长点心吧。奶奶要是叫二叔家认出个好歹来，她肯定不愿意拖累二叔，到时候还是给你伺候。建军，我们两家每个月给你妈送20斤的粮食，还给你妈2块钱，就你妈那小身板，一个月她能吃完40斤的粮食吗？我看呢，她连20斤都吃不完，成天的在老二家里忙里忙外的。当初下乡的时候，就因为你是老大，就把你推了出去，结果呢，那工资让老二给顶了，好处她是一点都没给你留。这月的粮食和钱还没有送过去吧？还没呢。你不说了，她不喜欢老二吗？勇啊，你老二有了，明年过节我们意思意思就行了。他竟然看不上我们。终于把户口迁出来了，以后就是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快拿来去了，看不今天我打死你，你这个小王八犊子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快拿来去了，快说。你们快来救我！爸爸别打了，爸爸别打了！不说，钱到哪去了？看不今天不打死你！你这个小王八犊子，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，爸爸别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姐姐救我，爸爸又打死我！快说！哎呀，爸，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呀？他弟弟要是有好歹的话，谁给你养老送终呀？走开！干什么？吴建军，你个畜生！爸和你亲儿子，你要不打，爸我不一打死算了。爸，是呀，小磊这是杀人还是放火了？你要下这么重的手？吴建军，来来，别拼了！啊！你妈你！哎呦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哎呦，爸爸！谁把这里打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我的天呀！你要给后妈一个解释的机会呀！你说，这好歹小磊也叫你这么多年的爸爸，你怎么下这么狠的手呢？难道小磊不是大哥家孩子？难道小磊不是大哥家孩子？你胡说什么？这是季青青偷人被发现了，苏雷还是个孽子。苏青青，我老苏家没嫌弃你是二手货，你就该感恩戴德了。你还竟然偷人，伤了个野种。季青青偷人呐，苏雷不是沈建军儿子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花呀！是呀，我老婆子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给我说清楚，小林是谁的孩子？你给我说清楚，小林是谁的孩子？吴建军，你竟然这么冤枉我！我跟了你多少年了，我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磊磊，这个家是容不下我们娘俩了。爸，你怎么全听信奶奶的呢？奶奶她一直都偏心二叔，她刚刚还有二婶拉偏架呢，我都看见了。我怎么偏心你二叔了？那你个没良心的，给我说完一边去！我这是给你爸出气。人家都说做贼做赃作奸作爽，你说我偷人了，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、啊！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交代，我吓死咱们老二家门口。你说你没偷人，他们大家都在说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没做过对不起我们苏家的事儿。老叔。我就知道你偏心眼呢，同样都是你的孩子，苦事儿难事儿，你想的是建军，好事没事想的是建国。你每个月拿了这么多粮食，都要补贴给老二家，
我们说什么了吗？都做到这样了，你还是不喜欢千钧，就连累我们家蕾蕾也不上你的待见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蕾蕾，快给奶跪下磕头，让奶原谅你，收留你，跪下。奶奶，不要我走，奶奶。哎呦，真是可怜呐、啊，这么小的孩子，我看了都要流泪了。这青青说的对呀、啊，捉奸捉双，青青头年结婚怀孕，第二年生孩子，这门都不出。你说偷人的话，这可能吗？谁知道呢？先前不就是因为怀了建军的孩子，这才把那个小翠姐逼走的吗？你这是挑拨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，难怪建军这两天跟变个人似的，都跟我不亲了。你装成这个样子给谁看呢？还不是你当初挑着个大肚子往我家跑，把我前儿媳妇逼走了。你看看我说对了吧？小翠姐真是被季青青逼走的吧？这苏家还对外说什么夫妻感情不和，这下真相大白了吧？他们都说苏蕾是早产的，还真不一定是建军亲生的。你说蕾蕾到底是什么时候怀上的？你问了再清楚吗？妈，你口口声声说建军在外面偷人，苏蕾不是我儿子，你证据呢？他这是在挑拨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。青青哪里说错了？你不是一直看不起我吗？不愿意待见我吗？在大庭广众之下你污蔑我们夫妻，我到底是哪里碍你的眼了啊？娘，儿子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可是你亲妈呀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你小的时候发烧，我整日整夜的陪着你，还有下乡那几年，我哪年不是给你送大衣送鞋子送袜子，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吗？都是我和你弟弟从家暴里挤出来的。你还让我拿出来证据，我拿什么证据？刚才阿姨已经都说了。奶奶，不是我说的，你就算不喜欢我爸，你也不应该污蔑我呀，你应该去针对后妈和蕾蕾，他们才是我爸心尖上的人，我在我爸心中的地位那就是零。再说了，我都嫁出去了，牵着上我也不太好吧？就是你说的，我刚才听到了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又在这空口白牙冤枉人？他刚刚还说你偷人呢。生了个野种给我爸养。就是你说的，我跟你二婶都听到了。哎，戴绿帽的爸你听到了吗？偷人的后妈你又听到了吗？畜生，会不会说话？要不要老子教教你？不是我说的，是奶奶说的，你教他去。现在谁都知道你戴绿帽子了，是不是刚才你说的？让你爸给青青一个解释的机会，你还说蕾蕾这么多年喊他爸爸，这不是那个意思吗？我这刚一回来就听到爸爸打苏蕾了，我就让他别打了，这好歹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怎么你脑子里面就成偷人了？还真是啊，苏安这话没说错呀。苏婆子，你自己想的太多呢。奶奶，也不怪你个乱想。就是啊，就是你没说清楚。在我奶心中，我后妈就是会偷人的，我爸呢就是会被戴绿帽子的，只有我二叔才是聪明的，最有出息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爸妈不也一样，把我卖了换工作名额，还把我上学名额给了苏娇，谁知道这大团结几张几张的塞给苏磊玩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看见苏蕾拿了大团结出早就出去玩了，你说呀，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我今天为什么要打他？就因为他拿家里的钱被我发现了，家里存的钱都没有了。啥？我哥的血汗钱和卖我的钱都不见了？有贼人啊，手脚不干净偷东西。我的娘啊，钱还进我的屋，转头放在凳子上一把发成面就不见了，那肯定是他干的。我就说我枕头下的钱怎么没了，就苏蕾去过我家。大嫂大哥，这事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啊。小小年纪偷钱可不好啊。我，你没有证据不要乱说，说拿了钱再是自己家的钱怎么就成偷了？你弟弟这么乖巧懂事，肯定是外人教唆的。哎，你那什么眼神，我家还丢了几十块钱呢。你的意思是苏白？这个我不清楚。你问苏蕾啊。爸爸妈妈在这呢，你好好说，这钱你到底给谁了？你这孩子，说到底给谁用了？是蕾蕾。
可信啊！他这是推卸责任，倒打一耙。苏磊，别哭，姐姐不是跟你说过，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要敢做敢当。对，十八娘的血汗就是我偷的，苏北哥也在家里拿钱了。说吧，你拿了多少次？拿了多少钱？我拿了很多次，拿了好多好多。你把钱都拿去干啥了？我和苏北哥哥做好人好事，把钱捐给福利院了。啊！好啊，还我的钱！那是苏安的彩礼钱，有一千多块钱的，还有我的存折，我的金戒指，你不要给我！你给我的钱！你给我们家苏安！你说都是真的吗？干嘛？干嘛拿了什么呀？就是他带我去福利院的，说梁山好汉劫富济贫，他还说要用我妈妈名义去捐，不然福利院不收。什么？用我名义捐的？哎，哪位是季青青女士呀？我是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是福利院罗院长，非常感谢你慷慨的捐赠，在我们福利院最艰苦的时候，是你给予我们的帮助，这锦旗是我们送给你的，以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。这锦旗是我们送给你的，以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。你儿子的捐赠，想必也是存着教育下一辈的心事。其实吧。怎么了，季女士？没什么，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。同志啊，你真是糊涂的。我院里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我先离开了。苏白，你还是个人呢？你竟然拿着我的钱去做好人好事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这他妈拿我当枪，打我媳妇！有本事冲上我来，打女人算什么东西？啊啊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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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是造什么孽呀？阿姨奶奶，哎呀，死人了，死人了，快救人！死人了，死人了，快救人！哥哥，你不疼吗？我不疼，我们是做好事的大英雄。他们从医院回来会不会打我们啊？这次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，要不我们离家出走吧。哼，呸！宪君，不能再等了，报警吧！他奶奶都是九妹回家了。不行，不能报警，自己家的事报什么警？他们就是害怕躲起来了，我们再找找，肯定能找到。你们家苏柏十几岁，我们家奶奶才八岁不到，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要是惹出了什么事，我让你们全家陪葬。后妈说的对，我支持后妈。现在拐子可多了，报警，必须报警。对，一定要报警。要是小柳有个好歹，可就没有人给你们养老送终了。确实是我说你没养老。苏兰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吓唬你爸了。就一晚上，躲到哪儿去啊？肯定是他犯错，害怕躲起来了。这昨天这么一闹，我们苏家这名誉可真的是烂大街喽。哟，奶奶，现在还想着帮衬二叔一家呢？不就是怕苏柏偷钱这事儿留案底吗？对，你们要是不想让我们报警，就把欠我们钱还给我们。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们有得着这么逼迫吗？你说你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，你非要把这整个家给闹散吗？奶奶，他偷的可是我的彩礼钱，还有我哥的血汗钱，有多少钱是他们捐了的？苏安，不要嘴巴乱讲，还没有的事。爸，
你看，奶奶不仅偏心二叔，苏北偷光了咱们家的钱，现在二叔还想要打我，就是要把你们搞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你们一直在阻止我们报警，是不是钱还在你们那儿？把我儿子还给我，钱还给我们。妈，我也是你的儿子呀。哎呦，建军呀，你个没良心的呀！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就让这么说我？我的儿子，呀呀！你敢打我媳妇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们都到家门口了，为啥不进去？我们拿了那么多钱，我爸肯定得打死我，我不敢进去，爸妈肯定会打死我。其实低头认错是最好的，挨一顿打也就过了。不过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现在找警察叔叔送你们回家，却警告家里的大人不能使用暴力教育孩子。谢谢姐姐，不用谢，记得保密。哦，我们现在就去。等警察来了，发现家里苏建国和苏建军两具货物，厂子里最少要给两人几个大的。还得是你教的好，那俩孩子也成才了，都学会劫富济贫了。哎，你说他俩回家后不会挨揍吧？哎呀，他们两个皮实着呢。你还不如多关心关心我呢。哦，怎么说？罗大爷，实不相瞒，我是被家里人卖出去的，对方是个家暴男，婆婆还是个难缠的，所以我之前就想跟你学两招。这么好一个闺女，你家里人咋这么狠心呢？他之前那个媳妇儿给他生了两个孩子，都被他给打死了，你说我还回去吗？那回去干嘛？天大地大，哪去不得？罗大爷，我大仇还没得报，我要就这么走了，我念头不通达呀。那就干他丫的！怎么，难不成你还在乎世俗的眼光？不在乎。那是有你在乎的人会因为你报仇不理解你，恨你，甚至不跟你来往。不在乎。你看，这世界上都没有你在乎的人了，你还怕啥？那女的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趴在她头上拉屎拉尿吗？这骂名既然挨了，那就不能白挨，改名找个机会，这给她拉一头。这太恶心了！你说你恶心呢，还是她更恶心啊？罗大爷，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疯批。疯不疯的我不知道，给我对上，疯的肯定是她。瞅瞅你这门敲的，我还以为是讨债的来了呢。王婶子，你吃海水长大的呀，管这么宽。苏啊，王婶子有几句话说出来你可能不爱听，既然知道我不爱听，就别白费口舌。婆婆呢，再不对她也是长辈，你是晚辈，一人一头，做人媳妇呢最重要就是安分守己。你看看你才来多久啊，就骑着婆婆头上拉屎拉尿呢。武大兴，他也是个领导吧？孩子都是现成的，不用你再生了。多好的人家，我感恩。黄婶子，我说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儿呢？难怪老得这么。既然你觉得赵大兴好，我婆婆也这么好，那不如你离婚跟了赵大兴，反正我婆婆一个人带孩子多累呀。你哎，你可别靠近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小时候。可是被狗咬过的，我害怕。黄土都埋脖子根上的人了，还这么爱多管闲事儿。开门，站
俩快门，我踹门了，反了你了！先打进医院，到现在为止，下药回家，今晚就跪在外面，跪上一夜。前世这种流程我可太熟悉了，霍霍心泥，上辈子我被打断肋骨，这两个人还在给赵大兴求情。你大笨蛋，就他，就他打的我，不孝的东西，赶紧拿出来消灭！哎，王女，我们家的大门你看见了，就他干的。王女，这和天成，哪有？把老婆们都是气坏了啊！来来来，肖大姐，您别哭了，消消气儿。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。孟元家，你别怪一个人错，老婆们可清楚啊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我是来找你不做主的，你看看你都干了些啥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看上了个贱蹄子了，是不是？有一腿是不是？告诉你啊，当我的面，你就敢跟男人勾勾搭搭？哎，肖大姐，你也不是这么的胡说八道啊！我们赵同志在一线工作，下了班没回家，饭都没吃，就来这里处理问题。你怎么这么胡说八道呢？我呸！我教训你自己媳妇儿，把你踢上！哦。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软，你肯定是拿到什么好处了。你这些男藏女盗的东西，我呸！多骂几句，我看还有谁听你说话。王主任，赵同志，你们要是有这样的婆婆，你们忍得下去吗？老人家上年纪了，我们做小辈的，我们多理解一下。哎，王主任说的对呀，啊，打人啊，那是犯法的。谁不想过安稳日子？实在是婆婆太欺负人了。你呀，要有什么委屈，有什么困难，可以自己跟我说，我啊，尽量去调解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刚一进家门，他就。至于我婆婆脸上的血，说真的，我真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的。你婆婆，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大意见？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，可能她觉得有人跟她抢儿子吧。王德，吃完这张饼就可以走了。真叫你很无耻。从医院回来连门都不让你进，这就是把丽丽妹妹红红接过来。妈呀，我现在大小也是个领导，就红红的样子我带得出去吗？就她那身形，每顿得祸害多少粮食啊。哎，仙人红长得丑，那苏安都是个狐狸精，碰都不让你碰一下，恨不得一天到晚三炷香把她供起来。女人嘛，我有的是手段。明天你去找兽医开点药。你是说，等他彻底成为我的人吗？我看看他的蹄子，还撅不撅得起来？好，你要一把我就去。
好不磨磨你的心。什么叫贤妻良母？什么叫尊重长辈？我娘都没舍得吃一口，端给你个贱听吃，想想就来气。奶奶好了没有啊？能吃了吗？我都饿死了。快了快了。奶奶，我也饿死了，你不如先给我夹一块尝尝。吃吧。妈呀，嗯，咋没啥动静呢？是啊，哎，赵虎啊，今天的排骨香不香啊？香，可香了，好好吃。奶奶，我还要来一块。怎么回事啊？之前吃饭不挺积极的吗？是啊。吃吃吃，就让吃，饿死个脱生的，什么玩意你也敢吃？把嘴给我闭上，再闹谁也别想吃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妈，没人，这贱人又跑了。抽空买一套四合院，也算有了容身之所。赵家母子，我心情好着呢，你们可千万别惹。那家家畜生，气死我！小蹄子，让你吃！大兴啊，妈给你炖的排骨汤，在火上煨了一上午了，妈还放的当归粉，最是滋补了。当归排骨汤，确实挺补。你又干嘛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哎呀，这汤好香啊！奇怪了，死妖婆今天怎么不砸门了？是他为了我，上辈子萧景阳重病在床，我没少当归与他喝，绝对有问题。婆婆，今天我抢了你的当归汤，你怎么没进来砸门，也没骂我呀？啊？给大兴哥补身子的，那我就更不能抢了。大兴哥，这个汤是婆婆专门用来给你补身子的，来，我亲自喂你。啊啊，那个我没什么胃口，要不你先喝。大兴哥，到底是没胃口，还是这汤里面有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哈哈哈！啊，你想哪去了？虽然你和我妈呀，平时有些不对付，但哪家没有小打小闹的呀？对吧？你是我娶进门的媳妇儿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是啊，大兴哥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夫妻之间嘛，小打小闹很正常。来，这碗汤我就用来给你赔罪了。啊，我喝了这碗汤，之前的事情就过了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干杯！干杯！
俩人都吃了药，这样才更有激情，更刺激。就你们娘俩这点手段，还想算计我呢？既然这么喜欢喝汤，那你以后就多喝点儿。啊，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，你不满意，你说出来，我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大兴哥，你哪儿都好，就一点不好。说出来，我改。真的，我讨厌你出气，为啥不能够断了气啊？贱人敢耍我！妈，抓住他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碗汤我也给你灌进去，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哎，等等，你先放开我！不就是一碗汤吗？是遇到这么大的阵仗吗？我喝就是。哎呦！我说你，啊我啊啊！哎呀！大兴，大兴，大兴，看你这熊样，不会是吃了配种兽药吧？你们母子还真是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啊！大兴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这是犯罪，这是下毒！你去照顾大兴，要不然大兴你们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们离婚！哎呦呦，婆婆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汤是你煲的，当归是你放的，你要再不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，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我可不敢想啊！病人目前已经处理了危险期，就是啥？就是可能会失去生育能力。啥？老人家，你不用太伤心，我看着病人病历，不是有两个儿子吗？苏娇占用我名额上学，这一事我倒是要看看，被学校发现冒名顶替后，他还能不能走上阳光大道。来，何氏，最近学习怎么样啊？课程都能跟上吗？老师，我已经没在读书了。怎么回事？之前家访的时候不是说你哥哥去打工供你读书了吗？老师，我后妈截了我的通知书给苏娇用了。太过分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就算妈不是亲的，可他爸也是亲的，这事他知道了也不管，这不是毁人前程吗？真是缺了大德了。老师，我还想继续读书，我可以自学，我可以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，我可以比别人更努力，我想再拼一把。啊，我有个朋友在教育局工作，你这个情况我先给你问一下。太谢谢你了，魏老师。好了好了，别哭别哭。好，你等等。现在课本很难找，我这些你先拿去。对了，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来找老师。谢谢你，魏老师。我已经想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欺负我了。错了我也不悔过。看到没，这就是赵大兴刚娶进门的媳妇儿，怎么就嫁给赵大兴了？我都没脸说。赵大兴上午被送去医院的时候，裤子都没穿，真是丢人。放心吧，魏老师，
我一定会好好读书，夺回自己的人生。这个小贱人，竟然还敢回来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呢？是没考上高中吗？赵家的钱，给我养老，给我孙子娶媳妇呢。我让你读，小贱货，丧了性，都让你给败了。这不是初一，也不是十五，谁家在烧纸啊？谁送我回家了？我书哪去了？怎么不见了？让我，我让你，老婆，你个小畜生，让你读，我让你读，放心，告诉你，少爷。我让花了钱也读不成，小伎俩，你找死！真是没为你脸子呀！还能干啥？一定又是那个小伎俩，干什么缺德的事，惹怒了小叔。那孩子一看都是懂礼貌的，他倒是真才能干。就算婆婆做错了，这哪里敢面张君子？太过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哎，我是救命啊！我是救命啊！小叔，冷静冷静！哎，大勇、小文，还站着干嘛？快拦住他！你太过分了吧，王主任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你刚才可是亲眼看到的，我就想了命啊，差点就交代出去了呀。他是一进门啊，就要骑到我头上拉屎拉尿啊！小叔同志，今天啊，我一定要严厉地批评你了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坐下来商量了？为什么非要动手呢？太严肃了，让我写保证书，还当场给萧景阳道歉，气得我肚子疼。不行，这个书可是老师给的，萧景阳二话不说就给烧了。他不是一直说我骑在他头上拉屎拉尿吗？这个骂名可不能白背。妈的，有病啊！深更半夜睡觉什么睡觉？还让不让睡觉了？真死人了！大半夜的，好伤啊！又是赵家，听这声音，不会出事了吧？看把我孩子吓的，神经病！要是死去，好什么啊？好。这种缺德的，滚！你们出来！我要让大清查你！
你，让我女婿打你啊！我打死你啊！打死你都不要脸。哎呀，小嫂子，这咋回事儿啊？哎呦，哎呀，滚烫呀！发烧了？怎么烧这么厉害呀？真发烧了，昨还好好的，过了一晚上，都病得这么严重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赶紧去医院水。哎，说这也是，大兴还在医院，孩子还小，这你也病了。我酸的都想去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行了行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经常挂在嘴边的，说你媳妇儿去在你头上拉屎拉尿，对了吧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啊，心眼也太大了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？对呀，做人要心胸宽广一点。你要是自己把自己气病了，那多不划算啊！就是、回头又怪人家小叔了，怪人家气你头上拉屎拉尿。不是的。这回是真的哟！瞧你这话的意思，之前都是冤枉人家的，还这次是真的。你要是不招惹人家，人家能吃饱撑的，天天跟你过不去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是说真的。昨晚那被叫牙的小蹄子，吃在我头上了。行行行了，别说了，小嫂子，你什么时候？还天天跟人家争高低，我知道苏雨不孝顺，天天骑在你脖子上大屎大尿。不是，好好好好，我们信你，我们信你。这回是说真的，是真的。哎，小队长，小队长，哎哎，小队长。哎，这洗澡少这次，几天没洗澡了，身上这味儿，哎呦！你别打扰，走走。哎呀！进屋烧不舒，看你还怎么烧。今天得去趟苏家，看看你的高中课。这次有求于别人，就不空手去了。爸，后妈，苏娇之前上学用的课本借我用一下。你还是个人啊？什么书都没有，就算有，我卖了废纸我也不给你。你都是一个嫁出去的人了，不好好生儿子都这么说，你还想翻篇呢？爸，我好歹也是你亲女儿，学不让我上，我看书自学总不碍着你的眼了吧？安姐，这课本都是我珍藏的，而且这课本就算给你。你也学不会啊！要不是我这黑心的后妈截了我的学习名额，现在看不懂这课本的人应该是你吧？苏安，就算是你对我妈有什么不满，你也该为爸考虑一下。他为了这个家这么辛苦，你这样子让他多伤心啊！一个祖传的碧螺春还真是孝顺呀！我是不是应该感激你吃我家住我家用我家的？要不然我再好心点送你去地府孝顺你亲爹呀！喂，你个畜生，给我住手！给我滚出去！爸，他嘴上说你是他亲爸爸，他为你做过一顿饭，缝过一件衣服吗？他为你洗过脚，熬过药吗？他没做的这些，我哪样没做？结果他倒成了大孝女，真是笑死我！还有这个女人。一个偷人进来的寡妇，你为了她抛弃了为你生了两个孩子的原配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苏安，你信不信现在杀你？我说错了吗？像你这种货色，也只有我爸这种不怕脏的人才会要你。我杀了你！你给我闭嘴啊！建军，你看呢，就让他那么欺负我吗？季青青。你没看见我爸手上缝了针有伤呀？一只脚都快踏进鬼门关了，还在那捏着嗓子建军建军的叫着。你以为你是十八岁那会儿刚傍上性管的那年啊？爸，你
你别听苏安说的，妈当年也是情非得已的。我从小就知道妈妈死守忠心的就是你，她在管家并不开心，妈妈是真心爱你的。见过给老公戴绿帽子的，我还没见过给亲爹戴绿帽子的。哎呀，不会吧？你妈背着你碰了多少人呀？简群，你就任由他这么欺负我吗？你看我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惦记着你啊。嗯，你最惦记着我爸了。你躺别人怀里的时候惦记着我爸，你怀着孕惦记着我爸，生孩子的时候还惦记着我爸。你可真是个禽兽！行了行了，到底闹到什么时候？好好的一个家，一定要搅散了才甘心吗？听见了没？爸爸都说了，苏娇，你个搅家境！你俩俩是什么？啊？闹到什么时候？赶紧给我滚！明明是苏娇先惹我的，怎么就说我不孝顺？就他最孝顺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上次是不是你告的状，害得被查了进了大过，还被通报平刑？我那会儿是太害怕了，就跑走了，正巧听到苏柏和苏磊说要去报警。爸，我发誓，千真万确，我要是骗你，就让苏家和季青青天打雷劈！啊、苏，你胡说八道！他就是怪我们把他嫁给赵家，就小了我们一家不跟安宁。建军，他千万不能上当呀！赵家那么好，赵大兴还是个副主任，对我又好又有钱，我还得感谢你把我嫁进赵家。你不用在我们说，赵大兴年纪那么大了，而且离过婚带两个孩子，你会乐意嫁给他？爸，你可真可怜，你那会儿背着我妈偷人的时候，跟赵大兴的条件比可差远了。人家赵大兴好歹还是个小领导，这季青青连赵大兴都看不上，他能看上你呀、啊？我记得他那会儿好像还怀着孕呢。啊、不会真像奶奶说的，他怀了别人的孽种，找你做接盘侠吧？你，孙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干嘛撕烂你的嘴？你看你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急眼了。哎，爸爸救我！干什么？妈妈！哎呦！娇娇，你看妈这腰，那是不是断了呀？怎么这么疼啊？妈，没事，就是肿了点，我给你上点药就好了。哎呦！你轻点。我是你亲妈。哎呀，爸，你忍着点儿，揉开了，揉开了就好了。哎呦啊！爸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真到了这个时候，还得是自己亲生的好。人家口口声声叫你爸，心里守着自己亲妈呢。赵大兴怎么没有跟你回来啊？哦，他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严重吗？应该没什么事儿，我不小心碰了下他。你碰到他了？你跟他吵架了？哎呀，爸，看你说的，这哪算是吵架呀？打是情，骂是爱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调。你搞什么要搞的？刚才的工作还没安排好呢，你可吵什么？还情调，啥时候不能搞掉？非这个时候搞？之前在家里我都跟你说过，为人妻，为人夫的道理，来跟你说了。爸。他说我虐待他孩子，就吵两句呗。什么？你还虐待人家孩子？你脑子有病吧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哪怕跪下来给人赔礼道歉，也要让原谅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工作名额出现问题，我让你走开。我不回去。苏儿，我看你这段时间是真的疯了。以前好好的一个大闺女，老老实实了，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以前我那是没办法，我在后妈底下讨饭吃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嫁过去了，成了别人的后妈了，那我可得好好施展一下跟季青青学的本领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赵大兴不会找我麻烦的。等工作名额稳定下来了，收拾那两个熊孩子。不是，苏安，你怎么想的？这到底还要干什么？苏安，人家花家娶你，是来伺候老人孩子的，也不是让你杀人放火的。苏安。你最好把你的很多的心思收一收，别连累了老苏家的名声。没有事，你回去吧。好啊，把
本给我，我就麻溜的。行了，村长，把课本给他。爸，这都到饭点了，你不会让我饿着肚子回去吧？你要这么说干啥？我不清楚，但你少打两个主意。做女人最主要的是安分守己。少爷，孝顺公婆，现在就要安分。公婆说什么，我好生。孩子要不听话，你好好教。爸，你男人做明白了没？就来找我做女人，你自己说的话，你自己信吗？季青青一直在虐待我和哥哥，你都忘了吗？后妈到处说我和哥哥偷东西，破坏我们的名声，不给我们饭吃。她甚至拿烧红的火钳子打我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维护过我，你甚至还为了她打了我一巴掌。爸，你都不记得了。来，建军，多吃一点，咱们这个家都指着你赚钱呢。这亏了谁，也不能亏了你呀！多吃，吃吧。来，佳佳，你正在发育呢，多吃一点。嘿，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怕饭菜太烫了，我帮你们吹吹啊。爸，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你要多吃点肉，给咱们赚钱呢。昨晚你和你妈一个神经病，吐的全是口水，别人不用吃了，我恶心。爸，你怎么变了？你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一块肉被吃了屎的狗叼走，你还挑着扁担去把它追回来呢。苏安，你有没有一点教养？有没有一点素质？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不讲，果然是从乡下来的，跟你那个一不是的妈一样，粗俗恶心。爸，你怎么还是这么不中用呀？打人都打不准。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苏娇抢了我上学名额的这件事儿，赵大兴知道了，他要给我报复。难怪有人要黑，原来是我们学校的事儿啊！你是我生的，别说一张通知书了，就是你这条命也是苏家的。要你一张通知书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女孩子就算读再多的书，不还是要嫁人生孩子吗？现在直接就嫁给赵大兴，有什么不好？是啊。我是要感谢你们给我千挑万选了这么一个好人家，现在人家要替我出头，你们就等着苏娇被开除吧。妈，我不要被开除。那虚张声势呢？是不是虚张声势？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。赵家那老婆子过几天就要闹上门，不光是说学籍的事儿，还要说什么苏娇没有教好我，说我打婆婆打丈夫，骑在他头上拉屎拉尿，偷赵家的钱补贴娘家用，目的嘛，就是让你们还钱。我告诉你们，这老太婆的胃口可大着呢，你们信不信？她开口就能跟你们要洋钱。你以为我怕了他们呀？美的那他，彩礼才拿了1000多，想跟我要2000？啊呸！坑也挖的差不多了，剩下。就是让赵家和苏家来一场相亲相爱的对抗赛。干嘛干嘛？他回来了，他居然还敢回来！别激动嘛，他又不能拿你怎么样。快开门，快去啊！开什么开？不开，就是要晾他一下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让你开门你不开，现在要修门了。哟，大姑子又来了呀？这是我家，我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。我们赵家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你个没天良的玩意儿，竟然敢打丈夫，还敢骑在婆婆头上拉屎！你这种牲口，
我就替你妈好好管教管教你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可是婆婆。哎呀，婆婆，你是知道的，你这个人最善解人意了。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你们非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吃亏的不还是你？你要讲道理是吧？我问你，我那躺在医院的弟弟是不是你打的？还有我妈，我妈，你才进来几天呀、啊，就把我妈欺负逼迫成这种地步？我告诉你苏安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真当我们赵家没人呢？首先，你弟弟确实是我打，不过夫妻之间嘛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怎么到了你们家就这么大惊小怪？难道赵大兴和之前的媳妇儿从来没打过？这刚嫁进家来的媳妇儿就是要和婆婆磨合，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这不磨合磨合，怎么知道咱们之间合不合得来？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你还有理有据是吧？谁家吵闹把人往死里打，谁家跟婆婆磨合是半夜爬到婆婆床上拉屎，我看就是恶毒。可是这是我爸妈这么教我的呀，说吃的用的住的都得往娘家扒拉呀。苏安，我的钱呢？那可是我省吃俭用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啊，又被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小娼妇拿去补贴你娘家去了。对呀，你知道的，我爸妈身体不好，这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老天爷呀、啊，气死我了！你这个败家的臭娘们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我是你们家的媳妇儿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太过分了，妈，我明儿就把女婿喊过来，再叫上两个舅舅。上苏大头说法去！大斌，滚开！新项目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砸死你个蛇蝎心肠的烂货！给我砸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妈，妈，你没事吗？哎呀，没天理了呀！你又不是挺乖的吗？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，你个老不死的老婆婆，你大清早的来我们家，你图什么死？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狗嘴？今天要不把事情说清楚，你就别怪我不顾亲家之情了。你还顾亲家之情吗？有你们这么教闺女的吗？啊，闺女打婆婆，打丈夫，打孩子，啊，你们不怕天打雷劈呀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想说什么？让他拿赵家的钱来补贴我们苏家，他表现多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他骑在你头上拉屎拉尿了？跟苏安还要说的一模一样。娘的，果然是你们教唆的，给我砸，砸死这个龌龊的东西！我不敢再砸他，砸死他！砸死他！来着，他们一家子肯定会找上来的，你们还偏不信这个邪？你们现在就算逼死我们一家，我们也拿不出来这个钱，我们家的钱都给小弟捐了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把钱还我，不还钱我就把你弟弟给带走。你敢？
小孩了，抓紧滚子。我孩子呢？哪里？哪里？拉着，拉着，抓住他们！不要命了，快点到我！哎呀，来人了，谁让他跑了？救救我！他们是人贩子。没有，滚！哎！那个，那啥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对对对。各位听我们解释，我们是亲戚，不是人贩子。黑丝带啊啊！别！哎呀，别死！哎呀！别死！姐，你说对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对，坏人做的坏事，就一定要受到惩罚。爸，后妈，那肖老婆子现在的女婿还躺在医院的重症病房呢。你们就把彩礼钱赶紧还给人家吧，这老赵家真是太欺负人了，我们怎么找了这个狼窝子亲戚？后妈，这不是你自找的吗？你别忘了，人家手上可是有咱们的把柄。建军，我们赌不起，我倒是不怕，但是你的工作呢？还有娇娇上学的事情，这万一再连累到磊磊，我们这一家怎么过嘛？我们哪来的钱呀、啊？家里的钱都叫苏梅和苏北。这钱老二家也必须出一部分。苏平每个月不是还寄我250块钱？就600，拿回去给那个老婆才能买棺材。爸，人家要的是全部的彩礼，哪是几百块钱呀、啊？这600块钱是咱家一年的生活费呀、啊。爸，我听说他那个女婿被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。你就赶紧把这彩礼钱还给人家吧，人家没有索要赔偿金就不错了。他还有脸找我要赔偿金？他砸了我家，打了我老婆，抢了我儿子，还有脸问我要赔偿金？我赔偿命给他，他敢要吗？都怪你没用的窝囊废，你在家不是挺横的吗？要是没什么其他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钱你得留个字据，这日后他们万一再来闹腾，我们好告他诈骗。你妈说的对，写个证据，就说赵家对这个事情是我的。好，我写。反正签的是萧继良和赵大兴的名字，又不关我的事。好家伙，这是冲着我来的！哎，叔回来了，快坐快坐，快！这就是你们赵家刚进门的媳妇小苏啊。小叔啊，你应该不知道吧？这就是咱们钢铁厂家属院主任，他最古道心肠的了。陈主任好。小苏啊，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你家，想的呢，就是把你们之间的矛盾啊都解决了。是啊，就成天总这么闹的。这影响也不好，你自己不以为是，也得顾一点左右邻居影响是吧？哎呀，打从酸进了我们家属院啊，我们就没睡过几天好觉。就是，听说呀，他拿钱贴补娘家，这不是贼吗？哎呦，谁要娶这样的儿媳妇儿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主任啊，我儿子。还有我女婿都被他打进过医院了，我女婿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嗷嗷的叫啊，我这个心疼啊。你看今天大家来都来了，给我们面子，大兴在外边赚钱养家糊口他不容易啊，是吧？上辈子被打流产了，你们也是这么说。主任，今天我当着大家伙的面让他给写个保证书，保证以后不对家里人动手。好啊。哎，好，都是一家人，相互关心，互相爱护，相亲相爱一家人吗？听姐的，好好过日子，可不能再动手打人了啊。酸，天不早了，赶紧做饭去。我的药摇上。好嘞，那你们就瞧好了。
赵大新不是受伤了吗？一直给他挤那乌漆白凤丸，毒乌漆。谁啊？嗨，悠悠，这不大姑姐吗？才多久就出院了？那啥，我听说姐夫不能人道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说你那俩丫头，这王家不得恨死你了？你让人家断子绝孙了。苏安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医生说只是有点影响，又不是说治不好。那要真治不好了呢？你咒谁呢？你信不信？你现在要是回婆家的话，你婆婆肯定扒了你一层皮。苏安，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我现在也想通了，就想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。我真心劝我，趁着今天事情刚发生，你在外面找个机会，再怀几个孩子。哎，你先别急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现成的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把赵荣赵过继。这总比你偷人强呀！你偷人肯定会被发现的。你放屁！谁偷人呢？你才偷人！假如，我是说假如，你看。要是姐夫以后真的不能生了，你们不管是领养还是过继，这肯定跟你们都不亲。这赵龙赵虎就不一样了，你可是他们的亲姑姑嘛。这倒是。再说了，那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再过个几年都能工作赚钱给你们养老了。这么好的差事你上哪找呀？你会这么好心，你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大姑姐，你看我这也是做后妈的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有几个人愿意养不是自己亲生的？可我妈还有大兴能同意吗？我得想想。这还用想吗？你不是一直夸那两个侄子聪明绝顶，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。哦，对了，小姑姐，我现在还有事儿要出去一趟，你帮我看一下药炉子呗，里面可是你哥的药。医生。我儿子怎么突然尿血了呀？你儿子吃了那么多利血利水的药物和我开的药冲突了，能不尿血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一直都是按照你给的方子。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，不听医术乱吃药就算了，还投诉我。医生，我这最近还总是口渴，我还有救吗？正常的，正常的。你吃了那么多利血利水的药物，能不口渴吗？医生。您的意思是，我没事了？没事没事，在回家养着吧，别再胡乱吃药了。再吃出什么问题，那就不是我们医院的责任了。谢谢医生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大夫啊。哎呦，啊，太好了，但是还是有点疼。大兴，那大夫的意思是说你没什么大碍了？听他的意思是没事了。可我什么时候乱吃药了？是啊，哦，一定是苏安那个贱人在我的药里动了手脚，我饶不了他。苏安，苏安，死哪去了？这贱货竟然敢下毒！妈，你要干啥呀？苏安不在家里，出去了。出去了？那死哪去了？我咋知道哪去了？你看看我这眼睛，我能管得住他？你出院了？哎呀，我就说嘛，没啥事儿，这种皮外伤看着吓人。哎呀，没几天自个儿就好了。我不出院，可王道云在医院喝西北风啊，这药费谁出？我早就告诉你了，不用上医院，就搁家抹点红药水不就行了？你非不信。可是大病他都伤到……哎呀，不跟你废话了，我去找那死东西。妈，干啥呀？好得这么伤心？我和大兵伤那么重，出院也没见你掉一滴眼泪。这是我的，不要不要啊，女人的不要啊！苏安，喂，你咋搞的？没病谁会偷吃药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不要剩药，女人的剩药不要啊！妈，我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你也是怎么健康营养不给我？你懂个屁！我懒得跟你说。奶，我都饿死了，饭好了没有？
要是姐夫以后真的不能生了，你们不管是领养还是过继，这肯定跟你们都不亲。这赵龙赵虎就不一样了，你可是他们的亲姑姑嘛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闭着眼睛。妈，你骂孩子干啥？谁叫孩子饿了不找吃的？来，赵龙赵虎过来姑妈这里。姑妈熬了瘦肉粥，饿了先喝碗粥垫垫肚子。姑妈，我要吃。妈，我也要吃。哼。妈，你干啥去啊？我上医院。哎，你等等，你把大明的饭也带过去。妈，你把锅都等了，孩子吃啥？哎，你们年纪小小就没有了妈妈，要让姑妈好好疼你们。姑妈也是半个妈。姑妈，你就是我们的妈妈，只有你对我们好。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以后姑姑就是你们的妈妈。大兴，苏安已经三天没回来了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？他眼里还有没有赵家？一个有夫之妇竟然夜不归宿，把我赵大兴的脸面放哪儿了？你安静，你冷静点，让邻居听到了要笑话咱们。我还怎么冷静啊？老子花1000多娶回来的媳妇儿，给我送进医院三次了，现在还给我扣绿帽子。会不会是回苏家了呀？谁知道他是回娘家了，还是上外边鬼混去了？这种不安分的媳妇，我们赵家要不起。大兴，咱们会不会遇上了苏家骗婚呢？结婚？喂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哟，这是谁家疯狗给放出来了？呸！你才是狗，你们全家都狗！苏安呢？啊，你给我叫出来！狗，骗婚是骗婚！我们这次来是来找苏安的，他已经好几天都没回过家了。苏安没回家，你逗我认逗他？难不成我把他藏起来了？苏安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这都几天了，人都找不到，我不找你，找谁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人也要请回家了。这破口也拆到你赵家，他人不见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户口什么时候迁到我们家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是你叫他自己弄的吗？还叫他工作来轰走轰走和花生。好你个苏扒皮啊，难怪我们家一大袋子花生轰走都不见了，原来贴不到你们家了。哎呦，老娘的2000块钱。哎呀，行了妈，别说了，苏安户口都迁走了。他说你工作忙没时间陪他回来，叫他自己弄一下。我们把苏安接回家那天，我就被他打进医院了。他回家迁户口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。你说你这大男人怎么被他打的？行行，把户口拿出来。你看苏安的户口确实已经不在苏家了。看来这回真遇到骗婚的了啊。什么叫骗婚？我清清白白的把女儿交到你手里，成为你赵家的人，现在人不见，应该我找你要闺女才对啊。你们跟我说实话，苏安在外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亲哥哥？他是有个哥哥，但那是亲哥哥，你看户口本叫就知道了，能骗你不成吗？你们忽悠我是吧？是不是拿我当傻子？你们看看这上面哪有什么苏萍？建军，苏安跟苏萍的户口页都不见了。哎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他们真把户口迁走了？他们眼看没有老子，这么多年我真养出了两个白眼狼。青青，前阵你说苏萍的上个月工资没到，现在呢？现在也没到。这就当自己翅膀硬了，毛还没长齐。想到飞了，他们能到哪去？我就不信他们能回到乡下找那个泥城的孙军去。今天我们家有事，就不留你们了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人呢？啊，我们家花了1000多块钱真金白银啊，娶回来媳妇就都不见了啊！个孙女，今天你们不给我们说话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你们还好意思跟我提彩礼？那彩礼我们走。青青，现在关键是苏萍，一个月50块钱工资呢，
那就600多。这么多钱可不能无缘无故的没了。哥，啊，安安，哥，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户口我已经迁出来了。真的吗？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还不相信我啊？哥，你别干了，你不是喜欢炒菜吗？回城里找家酒楼，跟师傅做学徒去。可是妹妹，做学徒没工钱。哥，你放心，没工钱我养你。以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可是，哥，你就听我的吧。待会儿你就跟工头说，我就不干了。不会，他们都这么对你的。哥，不是苏家，我买了个院子，以后咱们有自己的家了。真的吗？哥，这是你买的？是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们的家，我们有家了。哥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寄人篱下了。真好。哥，等房子的东西都置办好了，就把妈妈也接过来。我这个月工钱还没有寄回去，走，哥带你买肉去，回来给你做好吃的。什么玩意儿啊！要不是每今天有两分钱，我能大老远来吗？还限量购物，限量一个头啊！会不会做生意？有人来买，你凑个热去吧。怎么这么想酸呢？还有个野男人，今天是跟这野男人鬼混在一块儿了，总算让我逮到你了，酸！你是谁？干什么打人？酸！你个不守妇道的，这些天你就跟这个野男人鬼混的，是不是？哥，他就是我那恶婆。好啊，你可不是妇道的，是见个男人你就喊哥哥，是不是啊？怪不得你这两天在家里怼天怼地，你不好好过日子，原来在外边有了相好的了，你个不安分的小娼妇。四老太婆，瞎你的太和金狗眼，我哪儿不安分？这是我哥。哎呀，大家快来人啊，姐夫姨夫打人了，姐夫姨夫打他婆婆了。快来人啊！姐夫姨夫打人了！快来人啊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我去，婆婆当场装病了。就是，就是。你个疯婆子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什么胡说八道？是我们家花了1000块钱彩礼请回来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好像我们一屋子的老人孩子抱出来鬼混。就应该被枪毙，就应该被枪毙！在这坐着干什么？同志，我儿媳苏安都不守妇道了，她从小给我儿下完毒以后，就跑出来跟这个男的鬼混，你要给我做什么，同志？你别胡说八道！我妹妹是不是在家就是这么被欺负了？好了，我这家人怎么这么多事儿？苏安，你就说，盼着好日子不过，上次打人，这次真的，就是这样的媳妇，不要也罢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婆婆亲眼看到你和这男的拉拉扯扯，你和这男的什么关系？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苏怡。我不信。你从哪儿又冒出这么个哥哥的？户口本就在家，不信你去看吧。你这还是回去解决吧。另外，你婆婆说你拿药毒你老公，有这事吗？什么？大新出事了，他
受的什么赌呀？妈，苏儿，你就装吧，就是你拿我的骨髓给大军下的毒。那不是补品吗？我看大仙身子不好，就想让他快点恢复，我就把婆婆偷偷藏着的补品给他喝了。你不知道，大兴这人可孝顺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不舍得我。你们家庭纠纷了，别鲁智，弄到我来看。老爷爷，这他妈谁干的？苏儿，你个小娼妇，又是你干的！老妖婆，今天这菜市场一直怂恿群众围殴我们兄妹，你是不是长脸了？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杀人了！啊！哦！小苏同志。这才有多久啊？看来我这张老脸不好使啊！您之前光劝我了，也没劝赵大兴呀。您这可不就是白劝了吗？小苏同志，你这一张嘴就阴阳怪气的，不去居委会上班呀，真的是浪费人才了。对对对，我就是阴阳怪气。您辛苦，您可太辛苦了。你应该好好劝劝赵大兴和肖老太婆。好好过日子，安分守己。你看看，他们都影响到周围邻居正常生活了。就算大兴和肖嫂子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多忍忍不就好了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这样呢？什么叫我忍忍就过去了？现在都已经男女平等了，就你这思想觉悟，也别来抢我们家的家务事。回去让家老爷子留个面子，再给他娶几个满八旗的小老婆。大家都冷静冷静。小苏，陈主任啊，也是为了你们家好嘛，这也是一时着急。王主任，人家是家属院的主任，帮着自己厂里人说话那是很正常的。可你是妇女主任，你应该是帮着我们妇女说话吧？你该不会是过来劝我退让的吧？那怎么能呢？我来呀，就来帮你的。那好呀，你既然是来帮我的，陈主任是来帮赵大兴的，那你们两个吵架，我想听听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。哇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态度啊？当初要不是肖家嫂子和赵大兴登门请我，我才不愿意管你们这家这破事呢。我稀罕你搭我们家的破事了，你一来就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你听过我说什么了吗？你们家的这破事还用问吗？这整个大院谁不知道啊？啊，把丈夫打进医院几次，这一次啊又把婆婆打了，看看啊，哪家的媳妇做的跟你这样？陈主任，你冷静冷静，你怎么也急眼了呢？看看啊，他这态度有一点悔过的意思没有？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啊？苏同志啊，无论你家里之间有什么摩擦，吵归吵，闹归闹。你不能动武吧？那是故意伤害罪啊！人家之前前媳妇被打的时候，也没见你们上门说这是故意伤害罪。怎么，我就得站在那儿被他们打，不能还手也不能躲呗？我说的是你婆婆，她是你的长辈，她一个寡妇，把赵大庆养大，她不容易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妈不义，谁来补喽？苏安，我真是倒八辈子没娶了你。行了。都别吵吵了，你们还能不能过？不过了，不过了，我要离婚。我不离，我生是赵家的人，死是赵家的死人，谁也别想劝我离婚，我没地方去。我就要和你们永远在一起。哪有人劝别人离婚的？你们应该劝劝赵大兴，为了孩子着想，回家跟我好好过日子。别，必须离婚。我不同意。我一个姑娘家，过了礼，领了证，摆了酒，规规矩矩的嫁进了赵家。你一句离婚就要把我赶出去，我不是岂成了二婚妇女了？
我的损失怎么办？他损失个屁呀、啊！白酒的钱我们家出的，他的嫁妆就两套破棉被，我们家所有的钱都被他贴补娘家了。我不仅要和他离婚，我还要他退彩礼。离婚？他行妈，离婚！他赶出去，他赶出去，要死了！杀人了！你们快看看吧，你们就醒醒好吧！劝劝，我也不想死，我就是个疯子。大兴，我可是你媳妇儿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再说了，哪有刚结婚就离婚的？你把我们老苏家的脸面搁哪儿呢？想离婚呀？没门，除非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净身出户。好，不净身出户，咱俩马上就去离婚。算我倒霉，那彩礼的钱我不要了，行吧？你不是把我们家所有钱都花光了吗？那房子也是厂子里分配的，我们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钱了。啊，那辆自行车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就拿走，我给你了。家里财产多着呢，哪止这点儿？你逗我玩呢？真想离，赵龙赵虎归我。还有，我会也归我。啊？妈，妈，妈，赵总，赵总，小苏啊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你年轻轻的，带两个孩子离婚，而且还不是自己亲生的，你以后啊，怎么找婆家呀？谁说和我没关系、啊？我现在和赵大兴是夫妻，他的妈就是我亲妈，他的儿子就是我亲儿子，是不是这个理？孩子是不是亲生的不重要，只要他喊我妈，他就得孝敬我。这么大个的儿子，过上个几年就能挣钱了，婆婆还能照顾家做饭，美滋滋。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同意的。我坚决不会同意的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妈，凭什么分给你？随便喽，谈不拢就不离了呗，反正我也没想离。赵家那么好，有妈有儿子。大兴，你还是个钢铁厂的小领导，家里不是现在没钱吗？我们把你的工作卖了，补贴下用呗。你们看了的，疯了。又疯了，又疯了！妈呀！苏安同志，你一个人诉求太不合理了。不答应啊？那不离了。哎，苏安，这话没说完呢、哎、啊！事情只有沟通了才能好解决呀、啊。啊，你别走啊！沟通啥呀？沟通？你们应该好好劝劝赵大兴和萧继良，让他回家跟我好好过日子。这才是你们的本职工作，要不然我就告你们破坏家庭。大成，你好啊！啊，我也，啊，我也想走。哎，不是你，我有事儿，我也先走了。你俩有事啊，跟同志说。王主任，这可是你的办公室呀、啊！儿子，今天是我家里的事儿，今天啊，真得请假了。这。陈主任，您可不能不帮我呀！都是钢铁厂职工，您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我是个疯子，他哪天心血来潮了，还把我们家点了，多吓人啊！是不是？你怎么不知道啊？昨天他差点没把我给杀了呀！这王八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陈主任，您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那个，肖家嫂子，先把手放开，先把手放开啊！你们呀，也是一家人啊，有很多事我是无法插手啊。要么你们就先退一步啊，我们自己呢也反省一下。平日里是不是有很多事啊？做的不对，把人家给憋急了。哎，
肖嫂子，您这怎么了啊？我可没碰他啊，我可没碰他。哎，赵大兴，你这怎么了啊？哎呀，快呀，快来人啊！任天，你不要再休假了，他们俩发烧了呀！快点啊，来人啊！这就没有人能管了吗？这妇女主任和陈主任就随他这么折腾，妈，这苏安肯定是不能要了。他不愿意离家，他说了，咱这俩孩子再过几年就能挖矿挣钱了。哎呦，多狠的心啊！妈，我这里有个主意，要不你们把赵龙赵虎过继在我名下，这样苏安就不是赵龙赵虎的妈了。哎，苏安，我正找你呢，来来来，给我进来。你上次说的那个事，我找人打听了，你呀，可以回一中上学了。太好了。嗯。那苏娇呢？她被开除了吗？苏娇她可能会被通报批评，然后让他补交600块钱。当初啊，毕竟是你父母做的，他也是无辜的。为什么不开除他？他明明考不上啊。苏安，这个事情要看你的态度，这毕竟对学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。老师，虽然学校已经做出了补偿，但我不想委屈自己让步，我只想要一个公道。你和苏娇不是？在我心中，教育是阻断贫困传递的治本之策，是国家迈入新时代的桥梁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些负面影响就破坏了教育系统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？要是这样，我宁愿不回一中，我会再向上面举报的。好孩子，我感到羞愧，我自诩教了这么多年书，还没你看得通透，惭愧，惭愧啊。娇娇，这还没放假呢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妈，我被开除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被开除呢？有人去教育局举报，说我偷了苏安的读书名了。妈，我被你害死了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嘲笑我的，我这辈子完了。到底是哪个污秽王八蛋干的？赵家，一定是赵家。我这辈子完了。妈，如果你还有个工作，我还能接你的班。可是自从你带了我进了这苏家，什么也没捞着。好了，乖，娇娇不哭了啊。你不知道，那苏安跟苏培那两个白眼狼打的赵家的幌子，把户口本都牵走了。那苏培每个月给家里的钱呢？上个月就不寄了，你爸去矿里找他，人早就不见了。亲人太甚，简直是亲人太甚！你看你找的什么鬼亲家？人家亲家都是向我帮衬，他是赵家的，恨不得把我苏家人的骨头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建军，这件事情我也是被骗了呀。这说媒的嘴里面他就没有一句真话。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别忘了，苏安拿钱走的时候，他可是留了收据条给我们的。明天。拿走曹操，闹到他们厂里去，我看他敢不敢拿他的工作跟我拼。我女儿呢？苏安呢？如果你们是来找苏安的，那你们真来错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。我刚听说你要和苏安离婚。告诉你们，这婚必须得离，离了以后我还得去告你们骗婚。你们家闺女就是个疯子。我和我妈都差点死在他手里，还敢收我们家那么多孩子，就这玩意儿白送给我，我都不敢要。就算哪天发疯了，那我和我妈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胡咧咧啥的，我养了十几年的闺女在家好好的，怎么一到你家就疯了？我还要告你逼婚了我女儿的，你还提彩礼，你要点脸吧。一个大厂的副主任，你娶得起就娶，娶不起你别娶。来，看看做啥，
当初我能拿出600块钱，不是因为怕你，而是因为我苏教的学业。结果钱都已经收了，还竟然到教育局举报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情要不给我交代清楚，我就找你们领导告你敲诈勒索。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拿600块钱了？装什么傻呀？啊，这上面跟你的签名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是什么手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我和我妈的名字不在上面？当初你拿读书名额的事情威胁我们，从你家拿了600块钱。谁他妈从你家拿600块钱了？你以为你弄一个卵收据就能讹我们了？是不是我让你来的？你说话可放尊重点啊！我尊重你二大爷我。我们家是娶了你们家闺女，但是该走的礼我们可一样没少。倒是你们家教出来的闺女，啥玩意儿啊？你们还好意思给我提彩礼？这钱搁在我们家还没物质活，你们就还回来了？这也叫给彩礼啊？反正我们家娇娇现在已经被退学了，我看你们还拿什么威胁我们？什么读书名额，什么退彩礼啊？这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，我根本就没签过那些东西。苏安签的，帮你从我家拿了600块钱。你们被骗了，这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。教育局举报的事情也没有啊？还有上次你到我家闹事的，虽然说我们家的钱都被拿回去替补娘家了，我们这才去了你家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你家的钱我们可一分钱没见着，我们都被苏安给骗了。原来他早就做了一个局，挖好一个大坑，等着我们都往里跳呢。我们被苏安都骗了，骗了我们这么多钱，居然还敢去举报，太恶毒了！这世界怎么有这么狠毒的人啊？他人呢？我倒要问问，这么多年我们家到底是饿着他了，冻着他了，竟然这么害我们！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但是我肯定是不能跟他过了。哎，你们家不是还有个闺女？要不你们把苏安领回来？赵静，这话你说出来！我给你们出那么重的彩礼，你们还给我一个疯子，我先完璧归赵。你们家的另外一个闺女，那书也不念了。你们还指望着他有什么大发展？要么你们就把钱退了，要么就把你们那个闺女许配给我。当然，之前我承诺的那个工作的事儿还算数。这，建军，你不会真信了赵大兴的话吧？赵大兴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舒娇之前就说学习好，以后考上大学，分配工作有出息。可现在呢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同意。我们娇娇还小着呢。苏安也就差2个月，苏安嫁那就嫁不得了，嫁给赵大兴，说不定还能见到他忙得不错的工作，这不比什么都强？可赵大兴现在都已经有2个孩子了，让我们娇娇嫁过去，岂不是直接给人当后妈？后妈怎么了？我也不是二婚，也不是带着俩孩子，当初你怎么愿意跟着我了？哎呀，建军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嘛。行行，婆婆，好久不见呀！听说逢人你就跟人家说我跟别人跑了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你呀，吃啥呢？这么香！回来的正是时候，赶巧了。太好了，苏安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这是我们赵家，你给我出去！婆婆，我是大兴的媳妇儿，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大兴要跟你离婚，你不是我们赵家人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妈，我大兴，大兴，妈呀，大兴哥，你回来了，看你瘦的，来多吃点，以后我享福还得靠你。大兴，快跟他离婚，他会要了我的命吗？你以为我不想离啊？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苏安给弄走，明天一大早我就找苏建军去，我看看他闺女回来了。
还管不管？苏安又回来了，你可得帮我想个办法呀！这不是我们不帮你，这实在是……确实，到底什么急把我身上做什么问题？马上问苏家就和西北风了。只要你们能帮我把他弄走，那彩礼的钱我也不要你们退了。苏家，哎呀，苏家我也不要了，我还给你们安排一个工作名额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来我家做什么？哎，之前是爸爸做的不对，爸爸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，忽略了你们兄妹二人。以后呀，爸爸肯定会改，一定好好补偿你们。我也该把你们受委屈了。再说你不是不愿意嫁给赵大兴吗？你看他年纪这么大，还有以后带两个孩子，我总不能毁了你吧？可是大兴是大厂的主任哎，你看我又没读过什么书，性格又不好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，畏畏缩缩的。我要是离开了大兴，找不到更好的了怎么办？安安的，你爸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看他那个妈，一看就是个不好相处的。再说了，你和这大兴总是打架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只要大兴把我妈伺候好，家务做好，每个月的工资上交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打他。这男人嘛，也不能太作了。性格要软和，要学会包容，要学会理解。大兴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二婚年纪大，还带着俩娃，妈妈还是出了名的婆婆，也只有我不嫌弃你。你要是离开我了，谁还要你啊？行不行了？工作要不要了？苏安，那天跟你说话，现在一点用都没有是吧？赶紧收拾衣服，我回去干。不给我！你出来！我家大兴招你惹你了啊！赵大兴，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你懂不懂？自己过好日子就算了，还跑到我爸那去告状。你出去看看周围的邻居街坊，人家是怎么过日子，也只有你这么自私虚伪。你好歹也为孩子想想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做人可不能太自私了。行，行了，二位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先回吧。不要过来破坏我们家庭。你又要干什么呀？这段时间我可没招你惹你啊。怕什么呀？我又没有要打你，我就只是喜欢玩榔头。坐坐坐，好好坐下。咱们夫妻俩结婚这么久，一直都没有好好说过真心话。你别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啊！你怎么想的我很清楚，你就是想直接弄死我，好继承我的房子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妈。要么你直接给我痛快。把我逼急了，我死也拉着你一起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真心不想跟我过了？对。我不好看？对，你不好看，你好丑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我不贤惠。哎呀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呀？那啥也不过头点地，我怎么了你呀？你要这么折磨我呀？我现在还活着，完全不是因为你放过我，这完全就是因为我发自硬。苏安已经够了，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也够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既然你不是真心要跟我过日子，为什么要把我娶回来？赵大兴，你毁了我一辈子，你现在一句话就要离婚，你倒还是大厂子的主任，照样还能娶老婆，那我呢？我又没有工作，让我何以为生？
就算我对不起你了，可我也没欠你什么，彩礼的钱我给了吧。就算我欠你的，我进去出出那么多趟医院，也该还清了吧。你不就担心你离婚后没升级吗？只要你愿意离婚，愿意放过我，钢铁厂的名额我给你。大清，一个是钢铁厂的小职工，一个是钢铁厂的主任，你当我傻？ 我还要累死累我自己去上班，我还不如花你的钱，不更香吗？你的钱还多呢，就算我能结婚，孩子还给我自己生，这现成的。我跟你说，赵荣照顾我已经过子不出去，你就别想着他们以后能伺候。我妈也病倒，你还指望他能伺候你吗？你凭什么把赵荣照顾过去出去？你给我脸了，你闭嘴！我已经过去出去了。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没关系，你还可以下班了，来照顾我们一家家。你信不信我把工作卖了，离家出走？大兴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，宁愿离家出走都不愿意跟我好好过日子？对。好，我同意离婚，不过你得赔偿我2000块。 苏安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我上哪儿给你找2000块钱去啊？哎，你一个月工资这么多，你今年才27岁，还没算你后面涨工资。就算你能活到60岁，你还能领33年的工资，平均一年1000块，33年就是4万。如果后面还涨工资的话，如果你还能活到80岁，我不离了。 哎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刚才说好要离婚的，2000就2000，我能给你。苏安，人穷一点没关系，但一定要言出必行，此乃真君子。说话算数，离就离。中秋节之前凑了2000块，我随时去离婚。然后墙归墙，路归路，就算在路上碰到你，苏安，你别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 谁说话不算数，谁就是狗。我说的，一口唾沫。我这个人呢，绝对不会坐一套说一套。当然，要是你15之前凑不到钱，不要怪我不讲信用啊。好，刚才说好了，谁不离婚，谁就是狗娘养。 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再上面签字。钱呢？一手交钱，一手签字。啊！大兴哥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？其实我也舍不得你，我们才刚签了协议，其实。 午饭时间到了，今天课就到这里吧，解散。姐姐，我这次考了班上第一名，姐，我也进步了。你们都是最棒的，给你们奖励。今天的午饭呢，里面有盘。姐姐再见，罗大宇，不对，罗老师，你跟这些孩子们还习惯吗？你呀，可真会给我找活。
我下班回来了。安安回来了。苏校长回来了，快来，俺妈给你做了好吃的。都是你哥做的，他的厨艺在饭店练得越来越好了。那可不，我哥的厨艺一直都是最棒的。小时候俺妈教的好。快快洗手，准备吃饭。妈，哥哥，我有件大事要宣布。快说呀。福星街的院子要拆迁了，我们能赔两套房和一笔钱。我打算用这笔钱去盘下一个酒楼，哥哥去做经理，而我也该去清北大学读书了。啊，辛苦你了。妈，你哭什么呀？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妈是高兴，两个孩子都很争气。以后啊，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喂，你的终身大事怎么解决？其实我段，你在家吗？